的结尾一个吻啊，对对对，那是热门的。对啊，那可是哦，他一上去，他的我的他穿着一件，哇，那跳得很厉害，跳到后来一定了，啊，哎，他就不动了，然后就慢慢把整首歌唱完。哎呦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小胆，我来右派门洗后面的这个内衣的这个探子掉了，松掉了，不是，啊，不要别亏啊，也不是，哎。你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在演台戏的时候，那那种舞台拢是用个绑啊，有无？啊，绑拢贴的有无？贴的一条、啊。但是你嘛就缝啊。哦哈。伊就穿起高跟鞋，当为了拉落去，然后掉的呀。这个笑话实在太荒唐了。啊，无啦，我重点过了表，我重点过了表。结果 BP 的那个血人吴宗宪。你就说不要紧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把那用起来呢、啊、因为它拔不起来，你知不知道、啊、真的，你用手去拔也拔不起来，哇，变得要从下面用敲的。哦，因为大家嘿，整个夹啊，伊装去摕一粒整个夹，也要卡二十几分，越超人，又打到，差不多，那打看你话当，超了卡几都起来，那二十几分钟，我嘛唔知，因为迄个可能。嘿、hey, 啊，啊！你看这两个 BP 啊，谢谢王世杰先生，小哥好，谢谢各位、谢谢，我卫兵王帅阳，哎呦，真帅哦！大家跳恰恰真轻松，两个徛一个烟斗啊，笑脸，没有，真烟斗，小哥真的是厉害啊！节目越开越多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公关节目哥改天偶落了，常常在频道上看到你啊，真的，听说这个报章杂志也看到你，接了最近很多突破的演出啊，戏剧了，电影啊，大行弄，对对对，唱歌唱了那么多年，然后突然换一个环境去演戏啊，我觉得这种蛮新的一个尝试。而且也有助于我在唱歌方面的一些肢体语言的一些表达。说到这个，我还经常跟他缘分还不错啊。点点嘛，堵掉了刚得一个堵掉。嘿呀嘿呀嘿呀！那每次都是来去匆匆，不然就是你先唱，或是我先唱。对啊，哎，一个要走掉。听说你工地做了，里面有很多心得，就亏我那鬼瓜呢。哎，今天来公公，我熊爱安尼哈，我什么两个鼠灰啦，不出名了，提出来压压了，大家完了，挖亏比挖瘦了。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则故事、啊哎，去做庙会，庙会啊，这些庙会邀请。那当然，我们除了歌星之外呢，我们还是有之前的一些啊小秀啊小秀，对，蛮辛苦的、哦，热歌热舞啊这样子，先暖场一下。有的时候唱的还蛮穿。唱一些轻快歌，穿的也要稍微凉快一点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还蛮苦的。对啊，伊那歌拢大部分拢是啥物？情人的黄衬衫啊，什么？然后给我一个吻啊！对对对，那是热门的。对啊，那可是哦，他一上去，他的我的他穿着一件，哇，那跳得很厉害，跳到后来一定了，啊，哎，他就不动了，然后就慢慢把整首歌唱完。哎呦！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小胆，我来右派门洗后面的这个内衣的这个探子掉了，松掉了，不是，啊，不要别亏啊，也不是，哎。你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在演台戏的时候，那那种舞台拢是用个绑啊，有无？啊，绑拢贴的有无？贴的一条、啊。但是你嘛就缝啊。啊哈。伊就穿起高跟鞋，当为了拉落去，然后掉的呀。这个笑话实在太荒唐了啊！无啦，我重点过了表，我重点过了表。结果 BP 的那个血人吴宗宪。你就说不要紧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把那用起来呢、啊，因为它拔不起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鬼能掉！真的，你用手去拔也拔不起来，哇，变得要从下面用敲的。哦，因为大家嘿，啊，伊装去摕一粒整个夹，也要卡二十几分，越超人，又打到，差不多，那打看你话当，超了卡几都起来，那二十几分钟，我嘛唔知，因为迄个可能。嘿，啊！你看这两个 BP 啊，这趣事很多啦，真的很多。这想救啦，依你跑这个秀场，这个想救。还有一次，我去一个地方叫文港，啊，你本身的故事啊，对吧？还没看到趣味对吧？本人的，本人的啦，本人。对对。哇，我要去拜啊！我去文港，咱台湾。上周文港就是蚊子的蚊啊，草字，港口的港，虫子，再一个蚊。文港，我了，大家开始刚出道嘛，我要请他做。做整齐啊！你啊，草门完塞多个加金嘴，排斥啊！你又排，一扎流行嘛，排斥啊！就结果我等我要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舞台旁边为什么有一种那工厂在吹那大电风，太大机啦！哎呀，
啊，我心内想讲，敢毋是热天啊？吼，在惊热，安尼吹。我讲哦，主持人，你敢毋再甲电筒关起来？我想要好好唱一下。哦，你就台叫伊甲你慢掉的，卖点啊吹。主持人讲，哎，你讲的吼，那是你要求的哦，我甲关起来。这来电暗过，我下半。我讲，我唔惊热啊，别过头脏。系啊系啊，我甲关起来。等我唱歌落去，上人尽头那无人。什么意思？黑板啊，假掉啊！黑板啊，正经哦，规大片够水野啊！啊，你叫怎样？是文港的由来，真的叫嘴巴啊！听说还有艺人呢，拿着牙签在那剔牙，是吧？他们夹个鬼妹，哎呀，正经的呢，哎，名副其实叫文港的正经帮啊，我靠，吹啦！哎呦，文港这样子啊！哎呦，后边来去要小得注意。哎，电风麦克搬掉，电风唔好搞搬掉，今天呢，真的真的，奉劝各位艺人要去文港这个地方呢，你要唱歌你要特别小心。听说这个王世贤是出生在大道城，啊，大丢点，大丢点，我那讲讲讲快说这样。哎呀，讲快，我住伫苏土口低头靠，低头靠，哎，刚才有几条歌好做。哎，低头靠春天嘛，哎呦，不能够地方出席，常常在综艺节目里啊，大概是住在大丢点爱关天，所以怪不得有的时候节目里啊。看你表演一些地方那些小人物的卖东西啊，真厉害啊！呢，路边那不会行，哦，戏骨连那有当时个凹迄个纹都真赞啊！哎呦，不要了，虽然那时候点么老老熟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了，这算较爱看啦，算较爱看那种哦，人家咧拍滚袂高腰的啦，人家咧讨生活的嘛，对对对，看这样的，对啊，伊种的功夫呢，那讲话够道骨，嘿，今天你来这么中来表演一段好吗？啊。要来表演了，那就看看骆驼跑，给他一看干单，龙虎牌拖把组，讲一款这个药品这款的，阿爸你啊，我来讲目睭这款，目睭现场的无什么锣鼓点将，哦，我来，我马上正定来看牙齿啊，来表演这款口技，咚咚咚嚓呢，哦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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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阿爸你接来表演一段，来，还有江湖的介绍，来。咚咚咚咚嚓！何必胡闹兄弟姊妹？咚咚咚嚓！三色人讲五色话，咚咚咚嚓！阿兄今日来到贵宝地，贵宝地嚓嚓嚓嚓嚓嚓嚓，大家来，唔是要拍滚美国药，咚咚咚嚓！是要来解决国内的疑难杂症，咚咚咚咚嚓掉！嘿，你定定偷闲办，目睭蒙雾，目睭蒙雾嚓！迄就是呢，新的功能已经摆新了。哈，对，我刚刚讲目睭油啊，是啊，这跟这差相远啊啦，哎，目睭蒙雾，咚咚咚，嗯，哎，目睭个老目油，老目油，嗯，从巴拉看到脸部，哈，咚咚咚，擦，哎，恰恰阿黑白面目消滴完啊，实在的啊，这个目睭来去消滴完了啊，啊，面目消滴，哎，目睭温对老目油啊，不是，我油有双重功能。哎呦，让你瞑目啊，而且又能消滞，能看到天。嘿，咚咚咚，嗯，三几粒，哎，是安暖好过安暖，身心上班精神绝对够啦。咚咚咚，嗯，哎，都差不多安尼啦。哎呦，安尼，哎，我做白话这里咋？安暖，我真老这个，哎呦，哦。所以咱细汉的时阵呐，出席别户跟老老说的，怎样去平衡这个生活的一种文化啊？真的，真的，哎，我们都不是大虾了，但是我们都守在家里啊。嗯，哎，你说的广告这个，我倒想起来。嗯，哎，我倒是从来介绍一下，我你就秀了一段哦，我也来秀一段哦。电视广告，电视，可能你年纪大家不懂，我来讲嘞，老书记不要哦，弄个怎样？啊，没有，他在我差不多小学五年级啊，才有电视机的发明哦。我那时候守在前面，广告都好看，还有。哎，像这个有，譬如说呢，有一家在那个地方啊，大家坐在那好像喝喝茶、看看电视。哎，大家，我们来做个成语接力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爸爸就说了“金玉满堂”。哎，他母亲就说了“金鸡独立”。哦，金鸡独立。姐姐又讲了这个“金榜题名”，小弟给你了，金山奶粉。对吧？啊，这是广告的。哎，广告，他说以前没有这么多流行的牌子，目前这个牌子好像也多点嘛。多啊，那什么金山奶粉，金山奶粉。那你以前看啥个垃圾有没有听过？嗯，垃圾有嘛有啊？嗯，比如讲哦，听到高声的就是高飘，高飘高飘，金山就乱七八糟，东京八路七八糟咯，东京八路七八糟咯，凹车头正对面隔壁桥边的，一边西药房。
你看，我唔听过，隔壁四个房，那袂记得，嘿，何总行，对对对，嗯。空秋行，他咋个讲这些啊？对啊，哎呀，说到这个东西，一晃眼，这些回忆啊，电视机前的有人听到我刚刚讲那些广告，阿国立工业，我高兴啊，就是这样，那个都差不多是30年前的事情。啊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你还真的很小，很小很小，但是我都是听我妈妈口述，因为我妈妈以前都帮他们抄剧本。啊！比如咧，咱咧广播局啊，迄嘛是一个人有法多呀。是。哦，迄拢规拖拉机的人诶。哈。拍雷都爱用个铁饼。哇！现场在做迄个音效。音效诶，啊哦，用迄、那个伊个一个漏斗哟，迄种算迄啥物物件？红豆啊，绿豆，红豆绿豆。沙落雨啊！哎，以前都是客难的这种表演方式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哎呀，这个记忆犹新、嗯。不过现在是很多这个怎么讲？现在一个孔锵就可以了。咚、嗯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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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再给我交响乐，实在羞寒了。但是有些时候，也有人觉得那种表演比较有点失真。说了说了，再聊聊您的歌。你出了唱片呢、啊，有几首都可以说到现在还是有人唱。对，今天节目中啊，聊了一些也卖药了，哎，啊，也聊了天，说说糗事。嗯。